呢个游戏咧就叫做 P K 都上位，系啊，唔系啊，识唔识做主持？我哋争上位啊！我而家改咗主持啦，系啊，咁我哋要对嗰队咧，犀利啦，系啊，佢哋就系游戏狂，有请，走啦走啦，好恐怖啊！周柏，郭子豪 ，Damon， 飞刀，阿灿，小明，亦东 ，Get 配，玉浩，我哋就去游戏狂。而好唔適合做主持，完全聽唔到佢哋講咩啊！遊戲狂咯，冇錯，我哋即刻嚟睇下第一個遊戲係點玩法。我要爭上位 ，A 隊派出四名隊員坐外圍嘅凳負責進攻 ，B 隊派出一名隊員坐中間嘅凳負責防守。A 隊隊員需要喺30秒內同自己隊友更換座位，成功同隔離隊友互換座位拎到1分。四位成員全部一次過順時針或者逆時針更換座位拎到7分。A 队队员换位的时候，如果座位被 B 队成员抢占 ，A 队就需要即时停止游戏，然后 A、B 队位置互换，轮到 B 队进攻 ，A 队防守，如此类推，整个游戏限时4分钟，睇下多个回合后边一队拎嘅分数较高就为之胜出。好啦，游戏规则大家好明白啦。嗱，我哋主持队咧就叫做主持队啦，跟住就对呢队游戏狂。首先进攻嘅系游戏狂啊，加油啊，小芳，防守，唔好挂住沟女 ，OK？ 喂，交俾你啊，安安姐。3、2、1，响啊！喂，1分，1分，1分，游戏狂1分，暂时。哇，系得30秒，你得30秒嘅啫。哦，冇，搞掂。防守成功，攞咗1分啫佢。好，換隊，換隊，換隊。哇，恐怖啊呢個！郭子豪嗰個衝擊力好大，射咗3球勁噶。哦，好嚟準備，3、2、1。吳姑娘，你起咗個，起咗就要。哇！好細，好細，1分。佢除樓啦，已經頭先，我除樓添喎，哇！真係，哇！張家電死我爛咗啦件衫，你爛咗先恐怖啊！好，但係雖然咁恐怖嘅結果，但係而家我哋主持隊有5分啦，換隊再嚟，喂郭子豪，郭子豪，哇！指名嗌你啊，郭子豪，我有你冇你，我一嘢衝埋你㗎啦！好啦，嚟啦，人間空氣，好啦，好啦，好，好啦，大家 ready， 我就一觸即發啦！3、2、1，開始！哇！耶！好嘢！好嘢！你真係勁㗎！係啊！我望住我嘅，大力冇用嘅，郭子豪，你用下你個腦啦，好唔好啊？哇！你俾 Mayan 話要用腦咧，你係好慘啊！你慘嘅事，好慘。好 OK， 呢隊又冇分，我哋換隊。不如咁啦，盈盈，派你落去玩一次啊！好嘛，你好想玩啊，我幫你。係啊，因為你得個安安俾你啊。係啊，你做主持又唔係話你個麥都唔好攞啊！喂，你麥都係俾翻我啦，你講嘢都係麻麻地。但係玩遊戲可能好叻咧，你盈盈。我想講個故事俾你聽。從前咧，我讀過農夫啦。由佢哋啦，3秒，喂，1分啫，2分。嗱，2分啫，盈盈唔緊要。可唔可以做翻主持啊？佢2分啫，盈盈唔緊要噶。3分啫，3分唔緊要。4分啫，佢4分啫唔緊要。5分啫，5分唔緊要嘅。6分啫，6分啫，6分唔緊要嘅。7分啫，呢個咩事啊？呢個咩事？喂，呢個咩事？9分，10分，11分，咩事？喂，咩事啊？呢个啊，踢完啦，完，唔紧要，盈盈，你派佢落嚟做乜嘢咧？边个俾佢落嚟玩噶？好，俾你响多一次，安宣布呢个游戏结束，我哋去下一个游戏。游戏结束。